大家好，这里是华为娱乐和优酷推出的福利时间，点击这里就可以买到这个质量好又便宜还包邮哦。点击这里就可以买到这个质量好又便宜还包邮。去年八月，正是奥运会举行的如火如荼之际，王宝强却在微博上自曝被戴了绿帽子，而给他戴上这顶绿帽子的人，正是他身边两个最亲密的人，他的妻子马蓉和最为信任的经纪人宋哲。一时之间，王宝强马蓉的离婚事件竟然抢了奥运风头，大家都对马蓉的行为感到愤慨，同时也为王宝强感到不值得。通过这个事情，好多人发现原来明星选择经纪人要谨慎。自从王宝强上回的经纪人和马蓉搞到一起后，又换了一个帅气的鲜肉经纪人，这样也许是最好的事情。最近有传闻王宝强又遇到了新的女朋友，当然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值得大家商榷。不过网友都说这个女孩容貌气质胜马蓉千百倍了，如果这个女孩真是宝宝的新女友，那我们衷心祝福他们，希望宝宝也能吸取上次的教训，真正找个贤惠善良的妻子。王宝强曾用名天生的纯木木，身高170公分，国家或地区中国内地，体重54公斤，生日1984年5月29日，毕业院校，出生地河北省南河县大会塔村，星座双子座。王宝强，中国内地男演员，1984年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，6岁时开始练习武术，8岁在嵩山少林寺做俗家弟子，20岁时主演独立电影《盲井》，获金马奖最佳新人奖及法国、泰国电影节影帝。2004年因参演冯小刚的贺岁剧《天下无贼》，其朴实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赢得很多人的关注。2006年凭借《士兵突击》里的许三多获得金鹰奖双料视帝，其接地气的形象受到观众喜爱。2011年王宝强携电影《骷髅树先生》荣获俄罗斯、美国纽约、意大利电影节影帝奖及亚太电影大奖，成为大陆80后男演员的领军人，与徐峥继任在囧途再度合作的《泰囧》创华语电影票房最高纪录。2014期最新主演的科幻动作爱情巨制电影《冰封侠》系列将上映，其中第一部《冰封重生之门》定档2014年4月25日全国范围内上映。